Hello， 我是江江。我今天在改造这个古罗地 P4R。那这台车我刚刚试跑了一下，真的蛮快的。哇，它的屁股好漂亮哦！好，我们来改护具，100%的话是5万块，刹车35000，引擎33500，排气管的话有原厂是长这样子哦，然后椭圆形的，隔合金的，赛车型，来3000块，那车灯大灯的部分我就改7500块。霓虹套件的配置30000块钱全买。颜色的话，我来给它个红色好了，我等一下再换个颜色看看。那车顶的部分原厂是这样，然后喷漆，它就是复色掉的颜色啦。原厂的话是碳纤维，我们看到它一条一条的，这样好。的导流板有碳纤维翼 GT 型的，那碳纤维翼就是比较平平的，它绑在它是坐在后面的，然后 GT 型是加高型的，加高型的好了。悬吊系统的话用竞速14400，变速箱40000块钱，这个很冲啊。涡轮的话5万块，它只剩车轮跟车窗了。那车轮的话，我就改一样，防弹的，然后烧胎，我先改个红色好了。车窗用淡色。接下来改喷漆，喷漆我这次还是一样选亮金属。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银色的，但是它开出去的时候，它银色会变成跟那个天空色有点加起来，所以。加起来意思就是它，银色算是色阶，所以彩色的银色加上去之后，它就会变得不太一样。哇，其实金色也还 OK， 青铜色。好，这次就给它改这个颜色。热情粉，哦，这就有差别。等一下，我主色调换一个看看。因为我的副色调是比较深的紫色，然后我现在要换一个颜色，让它可以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它如果用热情粉红的话，它的金属色会反光，所以它会有渐层的感觉。好啦，保持原样，热情粉。改过大灯之后，它一样有两段式的。哦，整个加速超爽的。
赶快把它关掉，太吵了。逆向，哈哈，马上撞到，啊，速度太快了，换个不同视角，这个视角超难开的，因为我很难知道前面有什么车。刷地力很好哦，突然开出一个冒死鬼，真是的，啊，开回家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